唐宋所出的音声，一音，所说的道，妙道，妙音对妙道，咱们众生是什么呢？咱们众生也有妙，什么妙？妙生死道，生死道也很微妙的呀，很微妙的。怎么进入生死道呢？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懂。怎么进入那个菩提道的妙道呢？这个我们不懂了。不懂了，你就把这个生死道把它变一下，一变就是妙道了。变不脱，变不脱还得生死道。唯有不要变妙道了，也不要生死道了，根本没有道，道即非道，也不要走，也不要修，无修无证，原来就没有，这就妙了。原来没有，现在门口在道中，在什么道中？在生死道中。拿这个以前我们这个知识当中所含着的、所印知的，我们所印知的都是烦恼。学了佛了，才知道这些个印知是错误的。想把错误的扭转，需要你想惯。观到入正定，正定能产生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正知。正知，正知呢，认识到了，认识到什么了呢？知道所有世间法，不管善也好，恶也好，你都把它放下吧，全是假的。就是看破了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看破了，你就不去再执着了，不再执着了，没有贪求，没有希望，也不希望得个什么，就无得了，无得了，也不求证个什么，无得无证，看破放下了。这个你能够修修的跟观世音菩萨平等就自在了，这就咱们读心经时候也般若智慧就成了什么了？观自在了。你好好修修观照，这叫观照般若，这得有智慧啊，观照是有智慧啊。从观照般若观久了，真正进入般若了，那就是真正变成智慧了。观照就弃弱，真正弃入般若了。咱从语言的，咱们这学文字，听解说，这叫文字般若。从观照而进入，达到究竟般若，那真正的是般若波罗蜜了，那才能到彼岸呢。说这样子，你才认识到这些大菩萨他在光明之中所发的声为什么相同呢？光明之中所出的妙音，骗一切错。这种光明的妙音也骗一切时，骗一处，骗一切时，什么时间这妙音都在发，什么时间这种妙音都存在的。妙音里头表说明什么？说明的一些功德相，
那利益众生竟说无相的不行啊，嗯，从有相达到无相，嗯，你不从文字不从言说的般若，你进入不了观照般若，嗯，没有观照你怎么能达到究竟呢？嗯，这样的切入的菩提妙道，劫海修行无厌倦，令苦众生得解脱，心无下劣及老痞，佛子善入十方便，信着劫海修方便，无量无边无有余，一切法门无不入，而恒说彼性寂灭，三世诸佛所有愿，一切修自悉令尽，即利益助众生而为自性清净业。这个意思嘛，是度众生而不疲厌。为什么度众生不疲厌呢？终日度众生，不见众生相。菩萨度众生不是执着的呀，要是一着众生相了，就有惹人众生受者了。如果不执众生相，就没人惹人，没有我人自有众生受者。嗯，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他所有的修为，就是利益众生嘛。他自行自己行业清净了，清净了，以前我个人这个思维上的是错误的，总因为利益众生啊，或者帮助众生啊，这不是修行。修行嘛，念经啊，持诵啊，礼拜呀、忏悔啊，读经啊，拜忏呐、就是修观呐、静坐呀、修禅定啊，这才是做，这才是对的。如果一天上奔波劳碌，修庙啊、健身啊、南力啊、摄众啊，啊，这是空闲，也跟过去祖师的想法是，有时候有这些想法了。但是从读大乘经典读久了，那些菩萨不要讲他怎么修，他讲的都是大慈大悲怎么去度众生，仅是帮助别人，可劝别人怎么修怎么修，没说他自己怎么修。嗯，这是一种啊，说我等我啊修道成就了，我再度众生吧。嗯，现在我有什么力量来度众生啊？嗯，这种想法我以前呢我就绝对对的，现在我看这也不对。怎么不对呢？等你修成佛了，你不度众生能成佛吗？没有一个菩萨不是因度众生的功德而成佛的呀。度众生的时候跟你的修行把它两个分开了，那度众生也不是度众生，修行也不是修行，度众生本身就是行大慈大悲。那你这个大慈大悲又怎么理解？行菩萨道不行大慈大悲，那有什么菩萨道可成啊？尽量得善于运用，得自己啊，要你以你惯例，以你行为，先说给人家讲，好像这讲话经，其实给自己讲啊。读诵大乘，好像自己读诵大乘，跟别人没关系，不对，读诵大乘就是给人家回向的呀。
求一些众生免难，读诵大乘经典，让他得上得幸福，这也是在度众生。度众生不是另外有一个什么叫度众生，没有的了，就是你拜忏也好，你念经也好，你念阿弥陀佛也好，都是度众生。把度众生跟你的修行不要把它分成两个，它就是一个，这样理解。这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他们所发愿都如是啊。在修自自己修行自己的烦恼时候，也是令众生修行令众生自己烦恼时候。三世诸佛所有的愿就是一个利益众生，不管说了千百万亿，总说起来利益众生。利益众生就是自度啊，在那利益众生上本身就是度众生，度众生就是行菩萨道，有人成佛，是吧？自行业清净，自己的清净业就入世啊。这就是菩萨的体相状都自在了。体相状用大悲大智来相导，度众生而不疲，不疲劳，不疲厌，不生疲厌的心。为什么？有智慧指导，以自导。那有智慧又没有悲心，有智慧没悲心，那生死就疲倦了，疲厌烦了。经过无量的劫海去度众生，这是有智慧没悲，那容易趋向与既定，趋向与既，这叫下理。下理，因为令众生痛脱离苦海，心里没有下理的思想，那就得靠大悲来导引。悲为能度，因此悲为能度，智无疲倦，智慧自然就没有疲倦了。悲智必须双运，必须双运。那我们说这个学这个教义时候，不能四教五教了，这叫什么呢？悲智双运，悲是有。自是空，说空有双观，不是单观空，把有丢掉了不行，要空有双观。这就是虽然利益众生而常寂，利益众生是动，动而常寂是智，这个字是在定中的产生的字，这里头没有分量，没有多少，没有这可言，谁能把空要求掉，腰腰称一称，是半斤吗？是八两，空吗？没有吗？悲智也入世，悲智也入世，说这个才上位，咱们上位所讲的重重无尽，重重无尽，理解到了，理解到了，你听再说多少重重无尽，基本入世就是自悲双运。由观的有，观一切法有，才能够入一切法门。因为观空而能才寂灭现前，既不落于空也不落于有，这叫自观双运。在化他的时候，帮助别人化他的时候，化度众生时候，你自己也清净了。